哎，还有问题吗？填充题，要看填充是理组的填充还是文组的填充。文组啊。哦，文组哎，是二题。第二题是哪一题啊 ？B 呀、啊。B 嘿。嗯、哦，就跟理组那一题一样嘛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一样的吗？对，也许好。哎，我看一下这个他这个题目啊。是九处。哎，我看看啊。这个不是你的。好，来我看一下哦 ，A。B， 然后这个是 C， 好，然后这个是猪，然后他有告诉你说这个是90度呢，好，然后这个是90度，好，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，你们是说填充第二题呢？填充第二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在讲什么。哎，请问大家都回来，应该没有人没有回来的，我还有人回来，好像那个谁啊？黄真的没有来。只有他吗？对，哦，只剩下他而已。其他人都是早上就不在。哦，早上就不在了。OK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哈、哦。哎 ，Hello， 我们一起看哦。他这个题目，他有说这个 A 珠，这个 A 珠哦，这个 A 珠，这个线段，它跟平面 BC 珠是什么关系？是垂直的，跟平面。来 ，BC 珠是垂直的哈，跟下面这个平面是垂直的。然后它有给一些长度的 information 哦，这个 BC 的长度是多少？这个 BC 的长度是7，然后 AB 的长度是多少 ？AB 的长度是24。好，然后 A 珠的长度是多少 ？A 珠的长度我看一下是20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子嘿。然后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。平面 AB 珠，平面 AB 珠是这一个平面，跟平面什么 AC 珠所夹的两面角的角度，如果叫做 theta， 他要问 sin theta 是多少？我可不可以问同学？同学，你知道 theta 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同学，那个 AB 珠啊，这个平面跟 AC 珠这个平面，同学，我之前讲过，你要找到。所谓的两面角，你要先找到这两个平面的就是共线嘛。交线啊，交线在哪里 ？A 是不是 A 珠 ？A 珠对不对？然后你在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再画给你看哦。因为这一条，因为这个线段跟下面这个平面是垂直，所以这里是90度。然后我可不可以问同学，这个是不是也是90度？你这个跟这个也是垂直，你有看到吗？嗯，这个也是垂直。对吧？在交线上找到一个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时做出两个垂直交线的直线，它们所张开的角度叫做两面角。所以你的两面角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是不是西塔？其实交空间有点奇怪，就是你知道我在画什么吗？那个西塔在这里啊，把它打就。是啊，就在那里面啊。就是这个直角，这个直角啊，啊这个打开啊，这个是对。啊，他这个题目问什么？问 sin theta。sin theta。好。啊，其实这一题好像是很久以前的联考考题了，很百年前的。你看一下这一题，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？先把那个算出来。B 珠。其实我跟你说了，这个题目你应该要先看到一个东西。同学，你看哦，这个 A 珠跟这个平面是不是垂直？同学，这是第一垂。然后从这边拉过来，这里第二垂，会让你想到什么东西？三垂线定理啊！你这个连过来，同学，这一个家伙也是什么？也是90度哦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90度，这个家伙其实它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个直角三角形嘛。所以同学，这个是7，这个是24。你告诉我，这段长度叫做7、24、25啊。所以这一段24嘛，这7这段长度是不是25？然后同学，你再看哦，我再问你，你再看旁边这一个，这个 AC 珠，这也是个直角三角形哦，对不对？这个20，这个25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不是15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再看哦，
同学，下面这里这一个还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，sin 叫做什么边分之什么边？斜边分之什么边？对边，所以答案叫做15/7。你不觉得这种题目有点无聊吗？就是用三垂线定理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找一些直角的关系，就可以看出来了。空间的能力要训练一下，你懂吗？那怎么训练？所以你看，我都做模型给你们看，有没有？那个模型其实哦，对你们理解这个东西有帮助的。嗯。哎，可以吧？嗯。对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看一下。哎，还有哪一题需要讲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既然花两节课讲考卷了、啊，太疯狂了。第六题。哪一题？第六。第六题是指哪一题？文组的第六题哦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文组的第六题就是理组的第五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把它讲成一个例题？这个题目哈、哦，我觉得也很好。这个题目我来讲一下哦。文组的第六题哦，其实你看理组的考卷好了，理组它是放在第几题？它是放在第五题，其实我觉得这题目出的不错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出的很棒。好，来，这题目给它三个赞哦。哎，我们看一下这题目，不过你等我一下，我先画个图哈。哎，看一下哦。没修，没修。简单啊，哈、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不是数学，你懂吗？这个应该跟数学没什么关系啊。然后看一下 ，A 点在这里 ，B 点在这里 ，C 点在这里，然后 E 点在这里，然后最后 G 点在哪里 ？G 点在这里哈、哦。好，我现在要请同学帮我做一件事情哦。你猜我要你做什么事情？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来我们把题目看一次。他说，如图是，这是一个没有盖子的正立方体盒子的展开图。他说这是个没有盖子的东西。然后他说，请你将它组合成正立方体，你要把它折起来，折起来之后变成一个正立方体，在 A、B、C、诸一五个点构成的直线中，跟直线 B 诸互为 Y 斜线的有几条？所以这个题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请你把它组合起来。我现在先跟你约定好，同学，我们用谁来当底？不然的话，我们组合起来的图形可能那个位置会跑掉哈。为了防止那个位置会跑掉，我们约定好这个当做我们的底面，可以吗？哎，这个当做底好不好？就中间那一块当做我们那个组合起来的那个底。我现在要请同学帮我画出一个正立方体，来跟着我一起画。哦，哎，我们文组真的讲得很慢哦，好，同学你要仔细听哦，要加油啊！哦，可以。哎，红色的当底哦，来，我给同学一点时间，同学你把它组合起来之后，我等一下找个同学帮我把 A、B、C、注意的位置标出来。他这个题目就在考这个，你懂吗？摊开之后 ，A、B、C、注意在这里，组合起来之后，组合起来之后 ，A、B、C、注意在哪里？欸、你看得到吗？你把它组起来。我考试的时候有用纸来做、欸。你还有时间用纸来做？因为我想说，这看起来不错，简单啊。是正常的嘛？对对对，就是你就很单纯的，你就把它折起来就好了。以为有？对，你就这一块不要动，然后这样折，这样折。折起来那个位置在哪里？我们就你懂吗？你不要折了之后再把它转动，你懂？我不要再转动，就是你就把这一块固定，然后这样折起来就好。嗯，来，谁要写？谁要写？一直啊。对。来，我找嘉玲帮我写。朱是好写。大家写错。我那时候写朱是中文区。哎，你要不要举手？你有转发是不是？不是你刚写电脑上写的写错。好，谢谢。
我们现在再来看哦，他这样子，老师猪在 C 的下面，猪在 C 的下面吧，所以他这样画，对，猪在 C 下面，猪在 C 下面，猪在 C 的下面，对啊，我刚就这样想嘛 ，OK， 谢谢，德姐，懂 ，Thank you， 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关系，而且这个东西就把它煮起来而已嘛，好。他煮起来之后，来我们来看喽。哎，这一题还没结束哦。这一题他说要跟 B 猪，要跟 B 猪怎么样？歪斜。哎 ，Hello， 来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题目。他说这五个点所构成的直线中，跟直线 B 猪互为歪斜线的有几条？我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看我。同学，这五个点任选两点可以构成一条直线，请问可以构成几条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八条？你在讲什么？西五取多少？西五取二啊，排列组合可以吗？西五取二，五乘以多少？四，再除以几阶？二阶。所以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有几条？有十条。然后。作为一个高中生哦，我想法很简单，你把十条都写出来，十条而已，又不是一百条。十条，答案不是三吗？对，但是其中有七条不合啊。我现在很简单，我不要你在那边乱凑，在那边数啊，谁跟谁歪斜，谁跟谁歪斜，你这样很容易漏掉。全部的情况也不过就十条，十条都选出来，然后把不合的删掉不就好了？来，同学，那问你是哪十条？同学 A 这个点，它可以搭配谁 ？A， 它可以搭配 B， 可以搭配 C， 可以搭配猪，也可以搭配谁 ？D。来，那问你 ，B 可以搭配谁 ？C 猪一。对 ，C 猪一。我们这样讲很简单 ，C 的话可以搭配谁 ？C 猪一。C 可以搭配猪一，那猪可以搭配谁？猪一。一嘛。对。所以你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看十条。同学，这个叫做穷举法，我把十条全部都写出来了。对啊，穷举法，棒，穷举法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小学生数数看而已嘛。啊，数出来之后，同学他要歪斜哦，你知道什么叫歪斜吗？不能相交，也不能平行，所以我跟你说，碰到 B 跟碰到猪的都不行，可以吧？碰到 B 的不行哦，所以同学问你，碰到 B 的是不是不行？碰到猪的是不是不行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知道。碰到 B 的是不是都不行？同学，碰到猪的是不是也都不行？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还没结束哦，因为所谓的歪斜的概念，它是不相交也不平行。不相交的情况我们已经处理掉了，然后我们要来检查剩下的有没有平行。请问你这个 AC 在哪 ？AC 跟这个 B 猪，来，同学有没有歪斜？有，所以这个 AC 是可以来 ，A 一跟 B 猪，同学有没有歪斜？是歪斜。是歪斜嘛？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平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也可以，这样就两条。然后同学，我们再看哦 ，C 一哦 ，C 一在哪里 ？C 一在医院里面，好没有 ？C 一，C 一跟 B 猪有没有歪斜？歪斜。有。然后最后。猪一哦，猪一不行啊，因为他碰到什么？他碰到猪点嘛，所以这个不行。所以同学你看哦，最后数出来有几条？就三条。最后数出来是不是有几条？有三条。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吗？知道。首先我跟你说哦，这种类型的问题，你要先能够把它组合成立体的，然后把题目看懂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西五取二如果不懂哦，这个可能要看能不能回去先复习一下这排列组合的基本工具，西多少取多少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剩三分钟。